197，《光明日报》网格化让城市从智能变智慧。2015年7月15日6时55分，经济社会新闻08，董成马明亮 ，http： 冒号双斜线 paper.gmw.cn 斜线 gmrb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5斜线 nwd 100000 GMRB 20150715408 HTM 等于负一，互联网加城市服务管理的面貌。什么是网格化？城市服务管理的三网融合是怎么回事？网格化如何助力智慧城市的建设？智能城市与智慧城